那两条恶狗真的会咬我。这是干嘛？德林，咱们离婚吧。离婚？至于吗，娜娜？再说了，你现在又没有什么事情做，离了婚，你靠什么生活呀？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需要你管。就因为我老出差，德林，你不明白吗？我不是要嫁给一个提款机，我要嫁给一个伴侣，一个高兴的时候一起高兴，悲伤的时候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的伴侣。你呢？你把女人当成一件物品，觉得她们没有这些需要。你这套东西都是哪儿学来的呀？不是学的，是我自己领悟的。 我其实应该感谢你，要不是因为琪琪的事儿，我不会这么快就领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，为自己而活。字我已经签了，你看着办吧。 我们结婚5年了，你不知道我喝咖啡不放糖吗？娜娜。 这是姐给你的，花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？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是这样，姐想求你个事儿，你明天不是轮休吗？姐明天下午有个相亲，你帮姐顶个班呗。对不起，我明天下午刚好有事儿。<笑>那个小明，你帮姐顶个班呗，姐的终身幸福都在你身上。花姐，其实我特别想帮你的忙，只是我下午也有事儿。 不是你们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！太不仗义了吧！我差点没认出来你。 怎么，不化大浓妆就变丑了？不是，是变漂亮了。虽然是素面，但是比以前有精气神了可多。我要跟过去的自己彻底说再见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离婚了。离婚？啊，我这次来是要把琪琪带走，还有以前那条金毛。啊，太好了！我这就去把琪琪给你领过来。 琪琪，琪琪，妈妈来接你回家了。以后咱俩相依为命，谁也不离开谁。啊，院长，你看谁来了？丁院长，你今天感觉不太一样啊。啊，我是特别来感谢你们二位的，谢谢你们点醒了我，让我也找回了自己。我已经离婚了。离得好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。
有些事情该断不断，反受其害，还不如把一切抛了，重新开始。嗯，那你以后怎么办啊？自食其力，自己照顾自己，还有我的两条狗狗。哦，对了，丁院长，我向花姐打听了一下，两条狗狗的手术费还有寄养费，前前后后一并还给你。这些钱你还是留着吧。不是没那么富裕了吗？哎呦，这点钱还是要给的，要不然以后我都没脸上你这儿来了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，别送了。丁院长、亮亮、花姐，再一次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能看到你的转变，我们也很高兴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狗狗，一定会的。我知道该珍惜什么了，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找回我遗失的青春。丁院长，我想来这儿当义工，这样琪琪他们也可以经常来玩。真的？是啊，我喜欢你们这儿，你们这儿特别有爱心，是一个温暖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宠物乐园随时欢迎你们。谢谢，琪琪，走了，再见。丁涵，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份工作很伟大，我们改变的不仅是狗的命运，更是改变了人的一生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孩子回家的路。哎呦，我说我的明灯呗，你们什么时候也能照亮照亮我，帮我找着老公啊？琪琪，还有宝贝，以前是妈妈对不起你们，妈妈对你们不好。从今以后啊，咱们三个人就一起生活了。可是，我还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呢。哎，怎么不走了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干嘛呀？都都都，我又没迟到。欢迎我们的英雄，神犬小七。不是，不带这么捉弄人的。我好歹也算个英雄。其实亮亮这次表现相当不错。不仅救治琪琪有功，还让王亚娜幡然醒悟，重新做人了。那是，我也算是凭着一颗慈悲之心，三寸不烂之舌，挽救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，算少妇吧。艾亮，你今天穿衣服的时候，有没有觉着臀部略有不适？没有，就是你的尾椎那儿没有鼓鼓的感觉吗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看一眼。我不用看，没有。那我怎么觉着你今天跟小七一样，长了一狗尾巴，还翘天上了呢？哎呦，于大夫，想不到你平常那么正正经经的人，也会说话那么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。那个保镖头那么大，是不知道当时是谁啊，吓得差点尿裤子了。谁尿裤子了？你别胡说八道，谁尿裤子了？我胡说八道，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，那得问当时的目击证人，是吧，小七？哎，你可不能乱说啊！我哪有尿裤子？明明是那个宋德利尿裤子了。我没有尿裤子啊。
十五，年薪35万，有房有车。已离婚，但是有一孩子，离婚丧偶军，这个还行啊。不是我说你啊，给丫丫找爸爸，得找精英，那都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不会是还想那土豪子吧？有缘无分呗，他要是跟我好了，我估计我第二个孩子就有了。别做梦了，给丫丫找爸爸得对他好，是吧，丫丫？嗯，就是。咱们去玩鹰去。又去玩鹰去了。走，玩鹰去喽。精英，我倒是想找，找得着吗？乐乐。小乐乐，你又过来玩啦？花姐姐好，你好。这孩子天天要见小七。小七呢？我给你找啊。喂，老公，你调一下小七的监控录像，先调有亮亮在的地方。好的，我找找。哦，他就在亮亮旁边呢，在袁大壮的美容室里面。哎呀，亮亮，我马上给你整出一个不一样的博美来。大壮，你说你用这个染色膏对他们的身体没伤害吗？哎哎哎，你说这种话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那我用的东西能跟其他宠物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吗？我用的这些东西全是进口的，对他们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哎，对人也可以，要不给你试？哎，别了，我觉得我自己的发型挺好的。不用你操心。哎，我觉得小七挺感兴趣的。哎，你赶紧出钱给小七做一个，我绝对给他做出一个完美无比的造型，绝对比你帅。我给他打7折。哼，别7折了，1折我都不干，我哪有这闲钱啊？而且咱们小七，天然才是最好的。哎呦，哎，你帮我接下电话。喂，花姐，是我，大壮在忙呢，怎么了？啊！妖怪，快把我的哮天犬放出来！是二郎神来了呀！哎，小肌肉，么么哒！啊！奶奶，哎呀，你喊姐姐。听说二郎神来了，我就赶紧来接驾了。谢谢丁姐姐。乐乐，今天脸色怎么不太好啊？他呀，成天想小气，不好好吃饭。啊，待会儿我跟亮亮哥哥说，让小七多陪你几天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们看谁来了？哎呀，哥哥，小七，真是，你来了！亮亮，拿着20000。奶奶，这个钱我不能收。你不租我们了？不是。不够我再加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奶奶。小七真乖。乐乐那么喜欢小七，叫他们一起玩吧。谢谢你啊，亮亮。哎，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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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吧？他天天想小七，不好好吃饭，是不是饿的呀？他脸色也不太好，应该是低血糖了。花姐，来杯糖水。来了来了。乐乐，回去要吃饭，不然怎么有力气陪小七玩呢？好好好，奶奶回去给你做红烧肉啊！起来走，我们走了啊！慢点啊！来，牵着小七啊！慢点啊！轻点，再见啊！啊，小心啊！大哥，你太聪明了。以我以往的经验，这儿是最安全的。大哥英明，就这么多，透不过来气儿，我得透透气儿。小人做了大谋，这是忍不了吗？是是是，大哥，我这第一次干这活，还得大哥多指点，多关照。大哥罩着你，咱们数钱吧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哎呦，今天这面咋这么沉呢？
改善莫大焉啊。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你这次主动提出不要钱，让乐乐带走小七啊。哦，那是必须的。我又不是守财奴，我又不是钻钱眼里了。我这个人还是很有爱心的。那你上次干嘛收钱啊？是。上次是上次吗？上次干嘛用呢？干，我就是有用嘛。啊，不说就是有问题吗？哎呦，我就是有急用，你别问了。神神秘秘的卖什么关子？你以后可别告诉我，我可不爱听。我干什么？有事吗？有事儿，当然有事儿了。我有很多专业的问题想请教你。那么多专业的问题，别问我，找于飞。还有事情吗？当然有啊。你看我这次表现这么出色，是不是应该有点奖励？滚。嗯。上的小狗聪明很多哎，乐乐，吃饭啦！哎呀，我吃饱了，我不想吃。来来来，吃。奶奶，我吃饱了。小七，好吃吗？乐乐，这红烧肉有的是呢，你自己多吃几块啊。奶奶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吃这么少啊？是奶奶做的不好吃啊？奶奶，您做的跟以前一样好吃，但是……哎，乐乐，奶奶问你，你哪儿不舒服吗？你怎么吃饭越来越少呢？奶奶，我想去休息一下。这饭还没吃完呢。于大夫，忙着呢。有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关于医学的专业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你问吧。是这样啊，狗狗中暑呢，一般会有急性的肝肾衰竭、血尿、皮下出血，并伴有浮肿。一般的医生呢，那个时候就放弃治疗了。我想听一下于大夫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还挺认真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以前呢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，其实完全可以治疗，只要放置腹腔导管进行腹膜透析，经过几次腹透呢，就可以治疗了。但是在麻醉的时候必须要同时上呼吸机，否则很有可能停止呼吸。我上一次就差点因为这个问题失败了。不过经过几次透析，狗狗的肌酐还有血尿素氮就急剧下降，啊，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你小子不会想抢我饭碗吧？没有，您看您想哪儿去了？您是谁呀？要拿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，我算什么呀？动物医学相关文凭都没有，完全就是向您学习嘛。那行，自己知道就行。有什么问题呢？随时来问我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那您忙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月这个好大一棵树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天天存木头。乐乐，乐乐，哎，小七好。乐，奶奶到电视台录节目去啊。什么节目啊？奶奶不是小区附近广场舞的领舞吗？电视台呀，让奶奶上电视里去跳去。奶奶去了就回来啊。哎，那个冰箱里有吃的，你在家呀跟小七好好玩，看电视，不许出去，听见没？哎，奶奶嘱咐你啊，不管谁来敲门，不许开，听见没啊？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有小七陪我呢。哎，好好好，乐乐，奶奶一会儿就回来，乖啊，奶奶走了。
小青，这房子这是咱们的，咱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走。我以往的经验，干咱们这行，第一得有个好脑子，太聪明；第二得有个好胆子，你太聪明。胆子怎么样？胆子可以。那个狗，想吹想好了再吹。大哥，我从小就怕狗。你厉害。老太太出去了，咱们可以动手了吧？淡定，天色暗一点，咱们再动手。真是太棒了！你说咱们这次能整个多少钱？据我以往的经验，这么大的房子，怎么也得个几十。上百万吧。高大夫，忙着呢。嗯。忙吧，忙吧。你吃什么呢？吃你巧克力啊。你要倒霉了。干嘛？我吃那个巧克力倒什么霉啊？那不是巧克力，那是我新研制出来的，给狗治不孕症的，没有地儿搁，就搁巧克力盒子里了。怎么可能？别跟我开玩笑。哼，治什么病来着？不孕症。我还没试过药呢，不知道有没有毒副作用。高亚军，你避孕药就避孕药，你干嘛做成巧克力的样子？谁让你偷吃的？我盆在那儿。哇哇！我受够了，我受够这个地方了，我要去美国，我要离开这个地狱，我要去美国。亮亮，你去什么美国？什么地狱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不是，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太……我跟你说，海亮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不会真有了吧？有什么呀？有你个大头鬼啊！亮亮，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不舒服。哎，那些药物都是刺激雌性激素分泌的呀，雌性激素。哎呦，你以后可就比袁大壮还娘了。果果，一晃都快十年了。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每天都想你，回忆和你在一起的时光。可是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就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可最近我发现我自己变了，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冷漠，变得容易高兴，容易生气，也容易感伤。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了？你看到现在的我，恐怕也认不出来了吧？店长，
我跟你说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哎，亮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不可以来这里。哎呀，事有轻重缓急，现在人命关天啊！你又闯什么祸了？不是我，是那个高亚军，他刚才用那个什么什么药给我吃，说是给狗吃的，不能给人吃，增进雌性激素分泌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现在人可难受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如果我变成一个女的，我们就再也成不了恋人，我们变成闺蜜了，怎么办呀？那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，丁院长，你还有时间笑？哎，行了，就这事儿啊，人家高大夫的中药都是地黄、人参之类的，那都是好东西，哎，吃不死人的啊。再说我们宠物乐园进的中药也很有限啊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亏你还是医科专业的硕士生，这么点小东西就吓死你。哎，你别提了。自从我来了我们宠物乐园，我哪还记得我是硕士毕业呀？整天跟你们这些奇葩在一起，我脑子都有问题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再疑神疑鬼了。丁院长，嗯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没事儿，挺高兴的呀？高兴什么？高兴，我们又可以做恋人，不用当闺蜜了。滚！人家可是纯爷们儿。怎么这样子啊？特别无赖，特别无耻。不过，他还挺有意思的吧？是吧？今天晚上本来是阿雅值班，不过她家里有事儿，先回去了。那就只能我挺身而出喽。不错嘛，还挺主动的嘛，救回一个琪琪，连觉悟都提高了啊。那当然。不过刚才被高亚军这么一折腾，我饭都没吃呢，我先吃个饭再去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华姐，你辛苦一下，先替我们值一会儿。哎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说亮亮都大义凛然一回了，我能不做点牺牲吗？对吧？哇，好可爱的米熊！你们好啊。美女，请问你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看门口没人，我就进来了呀。啊，我有点事儿想咨询。你说，请问有什么事情？我们家屁妞最近总是掉毛，你看这轻轻一弄就好多毛呢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屁妞？你说她叫屁妞？她老放屁吗？啊，她还真的老掉毛啊，要不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毛剃光了，让她留个秃顶的造型倒不错。正经一点。你才秃顶呢！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？我不好意思啊，他这人就这样。掉毛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比如季节性的掉毛，一般在春秋两季。不过我觉得屁妞好像不是这个情况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再就是皮肤过敏，通常那种刚搬家或者房子刚装修的会有过敏源。我没搬家呀，而且平时他一直也在家里，不会有这种问题的。再就是有寄生虫啊、细菌、真菌啊、螨虫感染的问题，这些方面我很注意清洁，它肯定不会有这些问题的。是呀，这么干净，然后又白，应该不是什么清洁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寄生虫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原因啊？嗯，我看过一本书上，说饮食不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你最近有没有给他吃太油腻或者太咸的东西呢？哎呀，我们家屁妞就爱吃咸的，我平时总给他狗粮里边多搁点盐什么的。哦，那看来是这个问题了。狗狗是不能吃咸的呀，吃太咸会造成严重掉毛的。屁妞这么漂亮，得好好照顾她。嗯，屁妞，妈妈以后再不给你吃咸的了啊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呦，我以后不给你吃咸的了。老徐，我先按照你的说的方法，把他的颈部已经保护好了，但是他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能告诉我句实话，现在糖果到底什么情况？他有没有呕吐过？还有，你看看他下半身还有没有知觉？对，呕吐了两次，下半身。
他好像不知道我在动他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老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是洛杉矶最好的宠物医生，我就唐果这么一个朋友，你一定要给我救好他。你刚才说他是从桌子上头朝下掉下来的，那么依我推断，他很有可能是颈椎受到了严重创伤，导致神经元受阻，这种情况很麻烦，他也很有可能造成瘫痪。瘫痪？老徐，你可不要吓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老朋友，即使你送了医院做了手术，恢复的几率也非常小。我们这个诊所有很多这样的病例了，所以听天由命吧。 No， 老徐，我告诉你，糖果，我不会让他听天由命的。有一线希望，我要把他救活，我要一定把他救活。我到国内来出差，长时间出差，只有糖果一个人陪着我。我告诉你，糖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今天有一个中国朋友给过我一个急诊动物急诊的电话，我要试试急诊，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过。我就是动物专家，我不相信国内的医生能比我更专业。喂，你好，完美世界宠物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你不着急啊，我们现在马上派医生跟急救车过去。糖果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医生马上就来了。啊，来吧。我不受到重创，颈部有明显肿胀，目测颈椎损伤严重，导致下半身失去知觉，呕吐大概两次左右。但你说的全对啊！啊，你能告诉我他严重吗？很严重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颈椎受了这么严重的损伤，他肯定会瘫痪的，不会有知觉。I'm sorry。他是我洛杉矶的一个好朋友，是洛杉矶最有名的宠物医生。糖果受伤以后，我就在视频向他请教。但是，外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啊。哦，这位先生说话好有意思啊。好像你不大同意我的判断。颈椎受伤未必会瘫痪。朋友，我很欣赏你的乐观精神。不过，医学是科学，不是光有乐观就行的。哎，老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糖果不一定会瘫痪？不会。刚才我用它扎了他的脚趾，啊，他没有反应，并不代表他就是没有反应，而是说他无法反应，因为他本身腿就有伤。我扎了他以后呢，他的瞳孔有轻微的反应，嘴角有轻微的抽搐。证明他可以感觉到脚的疼痛，只不过他不会像平时一样蹬腿啊，或者是跳起来而已。再结合我之前的诊断，我可以断定，他颈椎的伤主要是在骨头，并没有伤到内部神经。只要神经完好，就不会瘫痪。哎，动了。老许，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？
耀辉啊，要不你帮我拿一张你的名片来。这位先生，我叫徐永新，在美国洛杉矶开了一家超大型的动物医院，我们这里非常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，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到我这里来发展，我可以提供给您一流的设备和一大笔的科研经费。我现在对出国没有兴趣。那你任何时候想来，我随时恭候。这门打不开呀！据我以往的经验，应该还有别的门。大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！小七，有两个坏人在我们家，奶奶没在家。我们去收拾他吧，过来。稍等一下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！大家跳得非常好，辛苦辛苦啊！哎，那个，咱们有几个镜头啊，拍得不太好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啊，再来一遍，哎，辛苦一下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导演，多长时间了？我孙子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不行，我得走了，走走走走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别，大姐，我这下半身呢已经拍完了，咱们现在拍上半身，我要做合成啊。您是领舞，您这一走。咱这几天白忙活了，大姐，再来一遍，就一遍啊，好吧，再来一遍。说好了，就一遍啊！哎，就一遍，就一遍啊，这一遍。来，姐妹们，咱们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啊！来来来，正好正好，哎，更不容易了啊！再来一遍啊！来，开机，来，梦幻苹果三十五镜，十二次，来，准备音乐。
世界名画，闭什么锁？值钱玩意儿没有啊？据我以往的经验，这值钱的东西不可能在地下室。董事，走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嘘，小声点。干嘛啊？我又没迟到。欢迎我们的英雄。神仙小七。不是，不带这么捉弄人的，我好歹也算个英雄。其实亮亮这次表现相当不错。那是，我也算是凭着一颗慈悲之心，三寸不烂之舌，挽救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，算上数吧。你好啊，交个朋友吧。啊，是。哎，亮，你今天穿衣服的时候有没有觉着臀部略有不适？没有，就是你的尾椎那儿没有鼓鼓的感觉。没有，真没有吗？真没有。我看一眼。我不用看，没有啊。那我怎么觉着你今天跟小七一样长了一狗尾巴，还翘天上了呢？我们家屁妞最近总是掉毛，你看这轻轻一弄就好多毛呢。她老放屁吗？要不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毛剃光了，让它留个秃顶的造型倒不错。正经一点，我马上给你整出一个不一样的博美来。我觉得小七挺感兴趣的。我哪有这闲钱啊？而且咱们小七天然才是最好的。Mm-hmm.